你可能不知道，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，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，那就是大发天曲。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，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，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，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，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，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，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，要翻过三座悬崖，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，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，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，就做了一个拦堤坝，然后呢把这边这个螺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。Thank you.
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？